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讲关于气泡磨机。之前我们讲过了，气泡磨的气泡的直径是按照客户的要求来定制。那么确定了气泡直径以后呢，我们是不能随意更改。然后如果你需要增加气泡直径的规格的话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增加气泡来实现。通常情况下，一台气泡磨机我们可以同时放置三条气泡，同时我们还可以按照不同的客户的要求来生产定制像这种心形的气泡管，五角星形、梅花形、海星形等等不同形状的异形气泡管。除了上述所说的膜以外，当然我们还可以生产这种三层混合气泡膜，这也叫复合气泡膜。这是两边薄膜把气泡夹在中间。如果你选购的是复合的气泡膜机，那么当然我们还同时可以生产像这种杜铝膜混合。这是杜铝膜混合，外表面那一层是杜铝膜，牛皮纸复合，这是牛皮纸，同时还可以供给膜、珠光膜等等这些材料的复合。我是微诺机械黄威，双击加关注，为你分享更多的关于气泡膜机的知识。